数字测验，未来一个月我在哪一方面充满动力？周文君老师，我们3028-4315-1395-2704-6845来解吗？3028，来，跟我想选的一样，我也是3028，也3028 ，OK， 6845，4317。好，5139。那我们来看看6845是李老师选的，还有观众没有选的哈。我们看看未来一个月我在哪一方面是充满动力的哈。这个叫生活无力，岁月无痕，是外表充满动力。哎，对对，我喜欢。对，因为已经所有任何的无奈、任何的惆怅什么，你都放下了，因为那已经干扰不了你了，因为对你的，因为你已经开始能够让知道说如何的让自己快乐、自己开心，因为开心快乐才是重要的。那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你就很多事情就会让你在生活的种种都会变无力，因为无力，所以你很多很多地方你就会变成更年轻，因为心态的关系就会更年轻，所以因为你一年轻，你就外表就会充满的动力。那我们再来看看那个3028是两位来宾选的，还有观众朋友，如果选到这一组，到底是在哪一方面是充满动力的？我们来看看哦。事业运强，得心应手，是工作充满动力。对，工作方面会很顺，会受到老板的看待，或是甚至如果说没有老板的人，那你自己的那个在工作上面总是会有一些工作，或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嘛。那因为做起来你就会得心应手，好像就是为你量身打造这样子，所以你就会在这一方面你工作得很愉快很快乐。哦，不管是赚钱不赚钱，反正就是很快乐，因为那个工作就是你喜欢的。那再来我们看看2704现场是没有人选的，那观众朋友都是选到这一组的话，我们来看看哪里充满动力。这个叫桃花运强，情场如意，是爱情充满动力。因为桃花运很强，所以如果说你一直以来有一些偷偷喜欢的对象，他已经开始，你一直在跟他怎么撩怎么撩，他都不理你，那现在他已经开始释放出诚意来了，所以说你已经有机会了哈。还有就是说，大家就是说很多地方哈，那在情场上面，如果说你是有伴的人，因为有伴的人，你们感情会更甜蜜、更投入。那当然，那些所谓的小三、小王都根本就没办法去干扰到你们，所以说你就没有那个所谓的小三、小王这一方面危机的问题来产生，所以是在感情方面是充满的动力哈。再来我们看看4317是米煞选的，还有观众朋友都选到这一组，我们来看看。家庭圆满，轻松过关，是家庭充满动力。因为家庭里面非常非常的和顺哈，家和万事兴，爸爸妈妈身体很健康，另一半工作也没有任何的波涛。那自己如果说有儿女的儿女，当然功课都是一般般以上了哈，所以说你也不用去操心了哈。再来就是自己的工作也是在平顺中、和谐中一直在持续的成长，所以是家庭和谐。但因为就会家庭就蛮舒心，就会觉得非常的快乐，就在家庭方面充满动力、充满的快乐。那再来5139是谁选的这么厉害？如林哥选的哈，观众朋友选的，我们来看看。到底是在哪一方面充满动力？环游世界，环游世界，钱来了就可以哈。来，财星高照，财运亨通，理财充满动力。哎呀，这半年来大家都哀哀叫，哀哀叫，因为很痛苦，因为一直跌，一直跌。投资理财，大家都知道，因为大家都没有什么可以获利的。那当然。好时机有坏的那个机会，那坏时机也有好机会，所以有另外一种做法的人，比如说你做空的人现在就赚得不得了。所以说因为你的那个财运好，所以说你不管如果说我就没有在投资啊，但是你别的地方的进来你不知道，他会一直源源不断的进来，就是在财运方面他会一直的进来，在投资理财的方面你会觉得会一直频频看到红利。加油相当的不错，谢谢老师。也谢谢两位来宾跟大家推荐这本书。如果走散了，我还有你给的勇气，杰妈的新书。谢谢。加油！感谢您收看，拜拜。
年轻人，你在迷惘吗？听我一句话，少奋斗30年，让老师帮你指点迷津，从躺平族变成人生胜利组，跟着星象趋吉避凶，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。年轻的朋友，想让命运好好玩的大师帮你算命吗？详情请上脸书官方粉丝团。